早上，10点多，我们下午一点多飞上海。我们这次没有托运行李，就这样，一人一个登机箱。我们现在要去 Lodge 里面吃早餐了，走吧。其实是这一个，刚刚那个是头等舱，没有那么高级。好，套卡，套卡。现在开始拿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了，可以了。我的早餐拿好了，这一份泡芙，然后拿了个麦片，然后打了咖啡。这个人刚刚又把自己的电脑搂在了安检，跑过去安检拿他的电脑，3000多的电脑说漏就漏，第二次搂在安检，现在在那吃，很生气。我都已经要吃完了，喝着我的卡布奇诺。他刚刚去把自己的早餐拿完，现在就变成午餐的 menu， 又跑过去了。意粉，这个好像黄焖鸡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吃一点点。姐，这是鸡肉，吃一块吧。就这样。今天一天都是这个地铁坐的是咱们西北线的地铁。我们买好了单程票，2个人6块。我们到了，我们要来这个 mall， 这商场太大了，眼有点花。上海就这一片比较中心的地带，还当着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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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一家吃的店叫捞王。我们现在在富库找吃的。现在我们第一站去吃生煎，打算点这个3拼生煎，23块钱。请问3拼生煎出来了吗？现在是小龙虾和小羊的。那个鲜肉，然后这个是小龙虾，这个是酸菜生煎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这个是花甲粉丝。花甲粉丝，锡纸包的，开心吗？怎么样？没不说话了，好吧，那就不说了。那个酸菜鱼的生煎长得好奇怪呀，就真的是酸菜鱼，把它包在了一个包子里面。这个是小笼包的，不是，这个是小龙虾的生煎。真的，还从来一辈子都没吃过猪肉啊！现在我们来这个宴会厅还没开始，现在是下午休息时间。我们宴会开始之前喝一个饮料，桃子和西柚。哎，俩都是桃子啊！哦，对了，两个。你今天这位博士今天脑子有点晕，一天一直都在犯错。
尴尬入境的手势。让我热这么干。我们俩刚本来想说去跟新郎新娘拍照，但是现在就工作了，就上岗了。这是我们的工作台，签到本，还有收红包。早上好，现在星期天了，我们今天下午五点的飞机回去，早上就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。我们一会儿打算去吃汤包，吃完汤包之后吃小，哎不对，吃完汤包之后吃什么来着，吃一个豌杂面，然后就可以回来收拾东西去机场。到了，我们到我们的包子了，走。那你要哪个？我们要一个吗？要一份吃着来。我们的包子来了。这个要把它加热是吧？拿勺子接的那个汤吧。现在我们吃完了，超多人排队。但是下雨，我们现在走不了。我们在上海见到了半岛酒楼，这是半岛酒楼哦，不是酒店，不是半岛酒店，不是他吃的月饼。我们现在到第二站，开始吃重庆小面。我的豌杂面，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肥肠面。哎，这个人一会儿可能又要拉肚子。这个星巴克，昨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，有一个伴娘说，好像这个是你可以进去，然后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咖啡，然后他还可以给你一个地图，可以在每一个国家的星巴克按那个 stamp 体验店的感觉。那边坐的那两个日本的小姐姐，我们刚刚吃小笼包的时候他们就在，然后对面又生煎又遇到他们，现在又在 Starbucks 遇到他们。如何做一杯 fancy 的咖啡？那下是刚刚磨好的粉吗？我们又来吃小杨生煎了，简直疯狂！你小心汤不要冒出来。一咬破它就爆了。我们从地铁站回酒店路上，其实每天都能路过喜茶，居然没有发现，居然这么隐蔽。现在早上10:45，看起来好像不用排队。那这个下单选项。少糖，少少糖，少少少糖。我们以为不用排队，因为店里没有人，但是我们前面还有32杯正在制作。有人要来打卡瑞幸咖啡了。我们的喜茶排到了。现在喝吗？在这喝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lounge 里面吃东航的网红面，然后我们把它换成了粉 ，DIY 的面完成。你们两个呢？我们的48小时不到的上海之行结束了，现在要回多伦多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